在桃園梯海南賢路的古佛老佛的總統是傳統的客家準理佛，是在1957年起火的，下後就聽到後生人出去外中石頭路古所兵地的客。东北来做专业美术设计的国宝后腿真实郭庆勇，庆勇意思带领园区当中间东北的基盘，是用正北的来推西北的方式，同亚洲东北的空间拿来好好利用。按内国宝的东北之路的新生发运通就开始来进行，将来每可能会在礼拜六日推出梦做素创的空场。本来封闭，门内上错打弄的落户，改建好了后，变作通为休闲空间，又快又舒适。就像是都市丛林度掉落来的旋坡，店主人又成功，改造版新改的个空间，除了在同样向下享受的份安逸自在，还是透轻松的气氛度顶茶。这个氛围下是很适合在这边喝茶聊天，然后就是享用人生在这边的快乐时光。郭庆勇讲，老夫那系木年代，当家就为摆劈木劈。不过那讲永年代，老夫就为要性嘅能量同发力，所以嘅下想法强困嘅朋友，同客家老夫返烧，嘅操作异文空间，本想系做份从商业嘅朋友，就依家系定线接客嘅平台。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定位成高家老屋聚落，它是用一个聚落的形式，让大家共同在这边去，可能有一些新创产业啊，或者是有一些体验的内容在这边发生。郭庆勇讲，你买老屋都安算为有世界品牌以来，透过用小台做模式，本老屋转型做某强款形态嘅热门空间，讲出大家唔理解精彩故事，建议前建议建立，本大家看到客家老屋某强款嘅样貌，客家怎么落人塔讨厌暴徒。